比较困难的是，我们这个手起来，它叫甩手嘛，甩手是手要自然落下，落下的时候我们借手的重力，手落下的重力转腰，让它自然甩起来。甩起来之后，这个手你看，这个手你松掉的话，手肘跟手踝，手腕自然弯曲，打在肩颈之间。后手呢也是一样，你甩下来，它自然弯曲，打在你的腰，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还是一样落，还是落下，落下之后借这个重力转正起来，落起来落，所以着重在落，着重在落，不能用肩力，来，我们然后步再讲步哈，步从一个小小的骑马步，稍微弯，稍微弯，转过来的时候后脚，转过来的时候后脚变的姿势在这里，过来的时候回来变又回骑马步，这个落下再变，所以一只脚动，落起落起落起。落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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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，去找你手臂的重量，起来也是一样，起来，你看，你松掉腰一转，它起来嘛，起到哪里算哪里，完全不要力，要开课哈，对，好来。你怎么？